这球特好的圆圆爆了，然后球又掉出来了，色因为我射的够大力，他抱不住，几乎都抱不住了。来了，真的是很高 CP 耶，这个游戏。哦，阿里安吉吉。看起来应该是，因为他主要的诉，他主要诉求是要告他诽谤。Thanks, Derek, as always. This should be a good game. Great atmosphere inside the stadium. We've got two teams full of quality, some interesting matchups, and two coaches that want to play an attractive brand of football. What more could you ask for?If you make your move too early, you're always in danger of being ruled offside. 突然摩托的感觉是他妈就毁了他的。对啊。他越位了，怎么了？靠边哪有越位啊？对啊，我刚刚好一拍一拍这样子。哇！哇！Well, what a save that is. He was so alert there. And he's fired over the corner. Relatively straight. This is a dead ball. Ah, the ball is standing. I can't catch it. Good shot. Can they forge ahead? Wow, wow, wow. 还是急啊急啊急啊！啊，是啊是啊，不是马克的。对啊，我要让他踢给你。我刚看以为你要，你球往我这边。语言不要再下路，语言不要再下路，下路给我。哎呦，还有还有，靠，要没事没事。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圣神敲门，直接智障哦，直接射了就好了，干嘛？没有没有，我觉得传很好，我觉得传很好。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梁帝一定射得进，他只要有射的话，有重伤没踢啊？对啊，可是他也他要传球，他也不跟我讲，靠！但我想我们有默契，我们都踢这么几年的，太远了啦，你们太远了。你为什么不传？传啊！我叉叉键坏掉啦。嗯，有道理，有道理。我叉叉键坏了。有道理，有道理。对啊，我故意挑一只叉叉键坏了。哎，网络上要买一只叉叉没有叉叉键的摇杆，你知道多难买吗？你不要跟我走回路。靠背啊！不是没事，还在，还在。你继续往前带，继续往前带，不要掉。来啦！干什么去？来啦！没有人在前面的，来来。没有走。有这么多啊？有几个？二四六六个。他们有这个任务。哇哇哇哇哇哇！羽凡那球跟昨天梁帝一样哎，怎么一样？多打扫，就多打扫，你还射外面？就是要内射啊！干，射外面干嘛啦？金金手就是要射里面啦！进啊进！反正我们已经留在联赛期了，后面输赢都没差。
现在目标就是让老谢进球，他就要下来。老谢，不然你可以等下你直接拿球进我们的门就好了。对。干连续连进两球哎！88 88 88 98。32 32。不要冲啊！兄弟回来。好帅啊！哥啊，很壮！我操，这好帅！可惜也是太惜出场了。这大家传中不是那个人就碰到了。张小林也远。我看你怎么穿那个方向的。传啊！哎呦，底下不是有一个空档吗？靠背有人叫我。哈哈哈哈哈哈！哇，可以，可以，可以，底下那个空档这么大，射的也蛮小力的。我们从错误中学习。私刑教育，其实我就不想说话。陈伟，你想说算了，你留在联赛踢，就没什么无关紧要，反正我们也进不了联赛的。要连赢两场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好啊，我们的市场高到哪里了？现在是三场。越位啊！帅，真的是跑太远了，赶上所有的关系面，没办法，这是错误中学习。问他们为什么干？我操！我们的人等都没到后面。帅，完。And a tidy tackle, and running through to the keeper. Aquaman! Sujie! Aquaman! And it's not going to plan at all for the visitors, we have to be honest. Stuart, you're still able to do a bit of damage.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真好，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快点快点加值了，赶快！越位啦！不早点传？我想要先把他晃开啊，他会拦截啊。结束。啊，这样子是。这么快啊！八年，他们很早就结婚了，是不是？对啊，他还没毕业就结婚了。还没毕业就结婚？靠北，还没毕业就怀孕了没？哎，好快啊，八年！哦，那他儿子几岁啊？九岁了、哦。不知道哎、欸，九岁了，大的很像。很小啦。
的节奏就会这么快超回来。McGee, quick thinking to dispossess his opponent. 哇，我的奶渣板，有。好球！小抛射哎、欸！我刚以为你没追到哎、欸，有啦，加速我可以。所以你刚刚前面没加速。帅哦，真牛！帅啊！我敢看帅的吧？太帅了啦！我还是适合射远的啦。敢打还不说感谢啊！他妈的！疯啦！超酷啊！感谢高，没关系啊。没关系啊，靠边，没关系啊，因为我知道你会失误的。感谢高傲的传球了，可惜我不能当高进，我只能当高一啊。高一你他妈砸死 ！AP 啊，根本还没拿到球 ，AI 干掉。陈伟尧，可以吗？不行，高尧。这球给的很不好哎。很好，扔掉了。哇！那个超级难啊！黄金的朗拿度又来啦！才是！黄金朗拿度是张家辉呢。没错。我刚刚晚上回来才看了他演的激战。好看呢。第一次把他看到。还蛮好看的激战。都好看啊。是吧？从中中中中中中最帅的啊！彭院真的是妈，整个脸都变了、啊，以前不是长这样的。垫着下巴，整个人就变了。跑一跑又慢下来，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抓下抓篮板啦！我小心。掉球！哇，干嘞！没有，重来，好，圆，哎呀，才不输，哎，重来，太后面了，啊，再一个，给了，哎，来不行，白痴啊！神经病啊！中间，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中间那个人，大概就是36秒钟的空档。中间根本不用按正方形，因为中间根本没有人，你随便按差按3小时都可以到我这。我一直这样给你，你设计的。差一点点，差一点。他那个球一出去的，哇，整个麦克赛队里面全部都是脏话。干笑死我了！整个派对里面应该全部都是脏话，超倒霉。Maggie， 我们直接打吗？不可能的，太远了啦。我一定打的啦！如果你要打，我就闷闷，力道大一点。30码哎！我有力道高。难啊，那个真的太难了。这一代没有任何进过自由球啊！对，上一代很多呢。给老谢，给老谢！不是，哇！怎么会给不到？没有，他老谢的方式真的让你点不到。哇！对不起，这个我笑了，这个真的太低人了。你就直接说你要给对方就好了。上走一点啊，雨润，不要躲。好球啊！可惜的、哎、马克，越位了，干！救命！
啊，上帝吗？上帝有。我这个人就是不贪功，不自私。有没有上帝？有上帝。太急了，太急了。你就脚球踢过来吧。有人去接应的，没人去接应的。跟你还去接应？脚，老谢，老谢。没射到人，没射到人，没射到人，没射到人。我知道射到人，看我的意思，你觉得你刚刚那球有机会进？靠呀！干你妈！我以为你会给我嘞。对，拿到球就要射到呀。好。妈的，我就差一个简单的进球就是吃饼了。我靠！因为我们吃饼都没。怎么他妈的，这个现在谁有资格讲这种话？哪一个人不是？吃饼没有人进。哪一个人不是多打扫，还这边硬要来？正后方，正后方，正后方，正后方。不行哦，不行哦。掉里面的啦！哎、欸，干他撞我哎、欸！还好，还好，还好，还是犯规啊！犯规啊！谁会掉？哎，我有了，上路走，上路了！接着你这边要，接着你这边要！啊，可惜，你看他加速了。没有，我要传了，传我传中间了。哇，干好球哎、欸！怎么是？哦！直接给他扒出去，直接把他扒出去，他脚球来了，超多时间了。哎呦，你超到了，好球！我们的，全力进攻！快啊！没有人！哎，你刚刚不给你前方的电脑？掉鱼人！啊！没人接球了，没人接球了，对。Sorry, the and that is the end of the contest. Not a happy outcome for the opponent. Well, there is a hard fought contest, which neither side will be able to dominate. I'll be back. Oh, God.我就问刚刚那球大师都吓到了，我如果进的话，干我今天他妈都呛爆了。真的，你那球如果进了，重点是你没进，你已经错过了，你已经错过了你今天唯一的机会。但我这一球真的是帅。妈的，我忍不住把杨杨帝最生气啊！你就他妈那一球不想给他嘛，就宁愿自己射啊。看，其实颜色还是要拿万，这个只要拿万。可怜啊，刚刚那球梁帝用了生命在跑。不可能倒的啦，
队长下台之后换谁？羽凡，你先跳啊！羽凡，知道你是队长。哎，看不到。对啊，他董事长换谁？他不是换一个。董事长好像还没选出来吧？谢谢谢谢。PS 的会员要改制度哦。昨天外面是上涨的。啊？要改成什么？哎呀，换头衣哦，换头衣哦。黄色跟那个颜色会不会有继续？他换怎样的制度啊？有一个什么不大知道，会贵一点。分三种等级，然后用包的，然后这个等级里面的游戏你都可以玩。对对对，它游戏会免费游戏会多一点。那我们就只要一个人买贵的，其他人就买便宜的就好，然后大家分享游戏啊。啊，如果他 B 法就是在贵的里面，你要怎么？没有，他在贵的里面，我们就用你的账号去下下就好了。I'm Derek Ray, and adjacent to me in the commentary box is Stuart Robson. And if this game lives up to its billing, we're in for a riveting occasion. Stuart, tell us about your pre-match thoughts. Well, Derek, as is always the case, the team that dominates the field have good hands there from a keeper. 真的讲了好久，我看也没讲。好像真的要改。台湾还没改而已啊。其实国家已经改了。慢冲啊！刚好的，哎呀，要捞走了。Take it away。Good looking sequence。And teammates to play it to。刚好，哎，怎么又往下走？更狠一点。陈伟是没踢好，是不是还是传球？九安圈呢、欸？其实我三圈，是吗？跟你这个身份差点球。对啊，为什么五安圈会往上？奇怪，没踢好啊！消边位置啊，鞋子滑掉吗？还有这种设计哦？这样才真实啊！都有抽筋的，看鸡巴！对啊，你那个真的超低能的，我看你那个动作像是射门啊。七八分。那不然你刚刚那个跑动是超级一样。好球，四比。我靠！哇，这么杀他！又软弱不行。哎呀！要杀他！不进！杀他！没有你，这个关你什么事啊？不是我要去补啊！啊，你补那么后面，人家又没传给你，你干嘛跑那么后面？他刚刚很开心说：“我记得。”他正准备想说盖，谁在那边嘴我啊？谁还可以嘴我？我就问今天谁还没进球？I told you。可以吧？笑死了！可以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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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以的，我 OK 的啦。不是刚连续中间吃饼这么多球都没进，干的。啊，送去，手里的。
靠北哦，地缘自战啊！地下不给还往下，我他妈！又要讲什么？我他妈啊！三九线设定错人了啦！可怜，陈伟都要讲，他妈自战！超愉悦，还发呆。看你愉悦你在干嘛？兄弟在吗？在。哎呀！The attack looks promising. Well, nothing comes of it. It looks promising. 往上路啊！往上路，不要走我们！我刚刚没看到，没注意到啊！谢谢你。我刚刚没有看到上路的。你要尝试切他中路啊！为了生活可以忍，但看到自己就不行。掉下来，好！哈哈哈哈哈！他站在那刚刚好。可是真的，还有好球哦！哎，干呢！靠北，死账！还好不是我的锅。张帝，张帝，啊，干没进去。哇哇，帅帅！加油！好险，遇到中路了。Well, he struck it quite nicely, but the keeper was always in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He knew that was going wide.靠北哦，马克，没干，我靠北，我一定真枪杀，不是啊，我连你的设备下面那个人他怎么提空气呀？你是不是膀胱无力踢那个什么鸟鸟不拉几球？真会，真会到！加油，加油，加油！真会跑啊！还有！没了！哎，也找不到传球线了。对啊，让这个尝试传中间看有没有机会多。对，你没有传球线，你就不如直接转射。我是射啊，可是被逮住了。马克这么会讲，他妈的，他每球都没有传球线，干爹！他每一球都会讲啊，干！你觉得？